这边好了，我们研究这个数字课桌椅什么意思？什么铁锤？所以是下下下下下下 ，Everybody 下下下下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滚怪物星人，欢迎来到这集《你好地球人》。《你好地球人》这集的系列呢，其实就是怪物星人出外景啦。有点重，就会需要用到这种。他在教我们东西。只要成功，金鹿老师就会被送进去哟。首先，我们要做好准备，向着下人机关认证老师。接着，有看到上方的烟雾警报器吧？当老师进入下人机关时，按下按钮。他把关键秘密藏在造景盆栽中，是我们拆下来的那个砖块吗？可以跟学长聊天呢。学长好。学长，那个萝卜少一根，要去哪里拿呀？锁要怎么打开来？密码几号？他这个我们0987不是？啊，这是我们0987。所以不是0987啊。这个包裹好想拆哦，包裹已经被我破坏，已经被我们破坏掉了。包裹是原本粘在上面，被你拔下了。他把这个包裹，他原本在这里，还有这个方向锁。那我们先拆这个，先随便乱弄一个方向。反正对啊，一定会中一个吧？哎，他说要怎么打理？什么时候打理？有打理吧？他这里写 HCI， 是不是那个圆柱表 ？C C 表，C 这个。有吗？117这边，要生气了，要生气了，不是117哦，不是吗？是还是说哦，没有，所以是绿色、绿色、粉色啊，绿色、粉色的方向，绿色、绿色、绿色、粉色这样子吗？那就是这样用，那这样算左下面，这是左下角哎，但是我这个东西这样子的方向，它只能四个方向。对啊，还不是螺丝起子啊？我们直接把这个拆开好了啦。我们在跟学长聊天，他说他偷偷帮我们。等下，等下，其实可是受不了我们自己耶。有了，哎，你们来看这什么数字？594。快！不行，只要很漂亮。开了，另外一边的，这里打开了，真的啊？有了，有什么？得放入老师害怕的东西才行，真的。仔细看看 HCL 是什么 ？HCL 就是117啊。跟着它周围的颜色走，周围的颜色走去哪？走去哪？这是绿色，你是要喊绿色，然后我们就跟你说是方向吗？绿色，绿色，红色，红色，黄色，黄色，所以是下下下下下下 ，Everybody 下下下下下，我们崩溃。有，终于，仔
看看那些颜色是不是关系。绿色的三是不是绿色的第三个英文字母？哦，绿色的第三个英文字母。一 ，green， 一 ，green， 一，红色的二，一。一是什么意思？一，然后 black three a white 四，然后白二 h catch 吗？我去 catch 看看。哎，这边有 catch 哎，哎开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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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盐酸倒进去就会冒烟了。怎么会冒烟呢？同学们不要担心，好，好害怕，老师，好可怕。怎么会冒烟呢？各位同学。这个难不成是你们用的吗？不是，不是。我给你们一次机会，说是谁用的？是他。我给你一次机会啊！你的同伙是谁？我自己一个人。好，只有我可以进去吗？哦，他们跟我一起。啊，那我也要进去。哎，他们跟我一起的。不读书啊，在那边给我吵吵闹闹，捣蛋！再给我全部进去再读书。好，那我们拿去，拿去。谢谢老师。赶快去，赶快去，赶快去，赶快去。这什么？哦，那边，那边，那饮料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这个是这个，然后它对应是这个，所以是七，第一个数字是七，然后再来是下，再来是二，二，然后再来再来是这个是左，左是四，七二四，七二四，然后这个是左下一，七二四一，七二四一，太远了，有点高。有，碎啦，加速，还要再开一个，该不会是用那里的钥匙拿来开？它这边有，应该有个工具，是不是？可能我们是不是要先解开这个密码？这样怎么解？这里是没有东西可以拿去啊！我知道了，密码应该是这三个，然后这个是哪一个啊？这个是要用哪一个开的？这个吗？哦，工具拿掉。哎，这个要一个是九九九九，然后再拿，然后一起九六五。哇！要勾东西，该不会是要勾刚刚那个吧？勾到吗？好远的感觉，可以吗？他的手不够长了，等下掉了会不会难勾啊？有了有了有了，来了来了。按左三次，然后上起逆时针，按三个。按左三次，然后上左下。哎，哦，是哦，结束了吗？没有，我们要点火啊，这个点火，我知道，在这里。是这样子吗？这样吗？这样点火了吗？什么意思啊？这里啦。哦。哦 ，Go go go！ 不可能，这个还有体能训练吧？这个还是一关，我有分出来了。我们来这边，我们研究这个数字。课桌椅什么意思？什么铁锤？我也真的笑。我们已经就是穷途末路了啦，就这样了啦。真的。哎、欸，开了！什么什么？你弄多少？我不知道，我随便乱穿的。三十六七。哇哦！四元的四元，你被自己吓到，被自己吓到，被自己吓到。哦，我知道了。这可以动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什么意思？这不行哦，放坏了。如果是这个是六的话，那个是六的话，那个是这个是一吧？那个是六的话，这个是一。哎、啊，这里有吗？哪里？这是什么？这个放错了，应该是刀子吧？对不对？哦，对，是刀子。刀子，所以是七，所以是七八吗？六九。七八对耶、yeah、哦有钥匙是开这里吗？这下面有一个这个东西是哎、欸、突然觉得哎、欸、突然觉得很顺利哦、喔、还有一个这个东西，你们那边有需要这个资讯吗？那个两个两个锁哎、欸哦、那有可能是我们各一个，那你今天忙开我今天要去签乐透了吧？
透光之后发挥一点想象力，就可以看到你们需要的东西哦。怎么有数字啦？这样的话是三啊，对不对？这边怎么样？不行。学长的提示是什么？单一种惩罚的人有几个？单一种惩罚是什么意思啊？被皮带抽醒的有几个人？他说三个啊。没有，是其中有三个人受了其他惩罚，所以减三嘛。所以有三个人是已经死，现在目前是受了皮带惩罚。贵贱买上是两个人，及格的那些全每个人提供爱的小手打过。那个小手有看他吗？没有，他只有两只。这就是渣渣啊！七减三四哦，是三零四，三零四，三零四，来了！哇！耶！教职员穿越，哎、欸，我们可以出去了，皮卡出去。没有，我跟你说，门口还有一个，这就是啥都没有、啊，三个圈圈，会不会是那三个？像往下六点，第一个六点。六点、五点、九点，这是什么？它 F R H， 这是数字的，这对啊，这是数字的 A R M E， 对对，它是这样过来吧？什么意思？学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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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、啊、这样可以动吗？不行，我刚说它刚破坏它，不可以动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放错的是你吗？哎、欸，什么意思？这不行哦，动画还是？学姐来了，啊、我们在里面，救我们出去。感恩区被好像上锁了，你们拿到那个卡了吗？有卡了。那个仔细看那个感恩区上面的锁，好像有太阳、星星跟月亮。对。那你们有看到时钟上面也有吗？有。那太阳经过了几点到几点呢？十二点到六点。指针从十二点指到六点，中间有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啊？中间有没有看到什么东西？在。拜托，然后这个做做做做，然后这个什么这样子这样 ，O N E one， 哦 ，five five four three， 五一 ，five four three， 五一四 ，five four three， five four three five， five four three five， five four three five， 逼一下逼一下，嘿，耶！太难了，我现在肚子好饿。其实我觉得蛮像在打电动的、啊，因为有一些游戏里面也蛮多解谜的那个桥段。我是觉得，我们怪物新人看来这次的体验过后呢，我们的确比较不适合智力的部分，我们比较我个人的言论啦，不代表我们全体怪星。反正很开心，然后也谢谢这个密室逃脱的老师们，学姐学长真的是帮了我们四个很大忙，不然我们也不可能就是你知道。真的没有学长跟学姐，不知道怎么办。他先把这里给拆了。哎、欸，没有那个平板，我们应该还在第一关吧？平板有，我们有带着。怪物新人下课喽！拜拜！记得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，然后留言给我们，告诉我们你希望我们《你好地球人》这个单元企划去哪里玩呢？欢迎草莓，对，欢迎加我们的企划王，拜拜。If I could reborn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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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重生再活过。Cause my life's a long, a long, a long, 孤独正在撕碎我。孤岛屿的街头，回到最初的赤裸，反正世界始终不。